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门课程是策略管理啊。今天要跟同学探讨的第是实务讲啊，我们的主题呢是组织和公司的执行力。在现场呢，我们是请到了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企管系的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一位是叶清江叶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第二位是张旭华张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同学，我们在上一次呢谈到了说公司的策略领导、公司的文化塑造啊，是从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角度来探讨公司要经营啊。那么创办人呢必须对公司的方向、愿景、策略以及文化的塑造呢有一些作为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探讨的是第十五讲，就是组织跟执行力。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会谈到说组织的结构设计，第二点就是策略跟结构之间的关系啊。第三，我们会谈到组织是怎么样来学习。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整个组织它的执行力啊的一个拓展。那么我们也会以沃尔玛跟宏基啊他们这两家公司呢做一个案例。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先谈一下我们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在做内部结构规划的时候呢，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啊，我们这样才能够建立出一个最好的组织结构。第一个呢，就我们要考虑它的专业程度。那么我们的工作要细分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应该怎么样把特定的工作跟任务分配给有能力执行的人员啊，这是第一个要考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部门化，那么分工之后，我们的工作群体他们相互之间怎么样来一个配合，好让员工呢能够互相的学习跟成长，所以我们必须要部门化。第三，我们必须要标准化。组织在界定了专业能力、区分部门跟定义了我们权力之后，我们就需要对我们工作的程序跟标准呢做一个规范，然后呢作为我们管理考核的一个依据。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集中化。高阶主管他应该怎么样来下达他的命令，他的统御的范围、控制的范围，以及呢员工能够参与决策、分享的一个程度。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来谈一下啊，我们整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形态的区分啊。第一个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规模小的公司呢，它又是用一种简单的结构啊，所以它的优点呢就是它是中央集权啊，它的反应呢非常的快速，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制度呢是比较不完整的，而且它的改变变异会很大。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职能式的结构啊，我们常常都是看会计部门、业务部门、总务部门，这个就是一种职能式。那么它的优点呢是方便我们的行政管理，而且它能够发挥不同职能的专业，但是它的缺点呢就会形成一个官僚体系，而且互相的推责任，它的反应速度呢也会比较迟缓。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产品事业部的结构。那么它是依照公司的产品，然后来分部门啊。比方说我们这个部门呢，它是做消费性的产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门呢，它是做一些资讯性的产品。我们是按照产品的性质。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它会划分得很明确，而且呢，它必须反应快速。那么公司呢，也可以培养出一些管理人才。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职能呢可能比较不足。那么各个事业部之间，会因权力跟利害的关系，在整合上面呢，也会发生一些困难。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来看呢，就是顾客事业部、地理事业部它的一个结构。那么它基本上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职能式的或者是产品式的，是有一些，它的一些差异性。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权责呢会比较清楚，啊，然后呢可以对目标呢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
那么缺点呢，就是事业部之间它的整合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好，那么另外呢，就会有一些新的组织结构啊。关于这方面呢，我们请清江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的。刚刚除了严主任介绍一些传统的组织设计以外，那目前现在的一个环境当中，也有新的方法或新的组织设计所产生。就像第一个，我们称为团队式的组织，啊，它是打破部门间的障碍，将高层的决策直接下放到组织当中。那团队中的成员呢，也可以从专才变成通才。那团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就像说问题解决团队，或者说自我管理团队，或者跨部门的团队，或者是专案的团队等等。那它优点呢，可以弥补呢官僚式的组织的缺点，那又可以保有什么官僚式组织标准化的所带来高效率，而且可以享受到组织的一个弹性。那第二种组织形态，我们把它称为网络的一个组织结构。那它是一种组织间所形成长期的关系，那网络的连接呢是有目的的之间的连接，使得呢网络内部的成员呢，相较于外部的成员呢，可以拥有竞争上的一些优势。那网络呢，它是一种自主性的而且相互独立的实体，在经济交换当中呢，可以维持长久的互动关系。实体间呢具有专业的分工，那资源可以互相的弥补，并来借此来参与这网络呢，可以取得一些资源，改善竞争的地位。那网络的组织呢，就像这张图一样，中间是一个公司的核心公司，它可以跟公关公司结合，可以做什么？可以有关的产品研发，还有装配厂、跟工厂，还有行销公司整个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图。那另外一种组织形态，我们把它称无疆界的一个组织。那所谓无疆界的组织，是希望能够消除组织之间内部水平啊或垂直的一个界限，并且呢破除公司上下游啊，兼厂商之间的障碍，也就是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打破公司内外的组织的藩篱。那为了要移除层级之间的界限，所以组织结构呢必须要有怎么样扁平化，再来就是消弭组织之间的位阶的差异，并且呢推动跨部门以及跨层级的团队，好让各个单位的员工都有机会来参与学习公司各层级的业务。那公司也借着这个互动呢，将企业内的专业人才也可以训练成弹性更大或者可塑性更高的一个通才。这个就是所谓的无疆界的组织。各位看到这张图形的，这个里面是一个组织内部啊，里面可能包括 ABC 的部门，那当然里面左边有一个供应商，右边有一个经销商，实际上这里面就打破了过去的藩篱，我们可以透过里面的一个整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称为无疆界的一个组织形态。好，我们谢谢清江呢跟同学做的一个说明哈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像台积电也好，那么典型的就是一种无疆界的组织，那么它跟惠普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惠普下订单之后呢，给台积电，那么台积电呢就像它的一个工厂，那么它帮惠普生产这么多的晶片，那么 Apple 呢下订单给台积电，那么他们就可以透过网络啊，然后呢进入到台积电的资料库，它的线上来审视说它每一笔订单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然后它什么时候能够交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打破了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距离啊。所以像同学有时候我们去大润发、家乐福啊，或者说是特力屋啊，都会发现有一些员工在里面，他也穿着可能是特力屋的服装，但他下面有一个厂商资源啊，就厂商的员工呢到特力屋，厂商的员工呢到大润发里面来服务。那么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距离疆界呢，好像呢也在这边呢，就是变得非常的淡薄啊。那么早期的是在 Mercedes-Benz 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汽车生产线，那么也是有很多的关键零件的那个制造商的员工呢，就到它的生产线来生产。好，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现场。同学，我们之前呢谈到了说我们的组织的架构啊，我们之前呢也谈到了我们的策略领导，那么策略跟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请旭华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的，
那么我们来谈一下策略跟结构。那么结构其实它是会追随我们公司策略的，也就是说呢，公司采取的策略种类呢，会决定我们组织的一个形态。那么为简化这样的分析啊，那么现在以事业单位为例呢，来分析整个事业策略跟组织结构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看策略，以 Porter 所提的成本领导、差异化跟集中化呢为代表。那么在组织结构上面呢，以结构形式协调成本，那么整合机制、控制重点等分析构面来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这个图表哈，这个最上面的横列呢是 Porter 提的成本领导策略、差异化策略还有集中策略。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做比较，从重心这个策略重心来看，那成本领导策略呢是要这个降低成本，那么在差异化上面呢是这个差异产品或者是差异它的这个服务，那么集中策略呢它重心就是利基市场的这个锁定。那么组织结构上面呢，成本领导策略是相对的这个简单的结构，差异化呢就比较复杂，集中策略也是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那在整合的机制上面呢，成本领导策略是比较简单，那差异化策略是复杂的，那么这个集中策略也是简单。那在行政跟协调的成本方面呢，成本策略这个是低，那么差异化也是高，集中策略是低的。那么在偏好结构形式上面呢，成本领导是职能的结构，那差异化是事业部结构，集中呢是职能的一个结构。那在控制重点上面呢，成本领导是产出的控制，差异化是在它行为上的控制，那集中策略是文化的一个控制。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组织里面的学习呢也是呢相当的重要。那么学习呢指的是这个做广泛的一个定义呢，是指着这个借由我们经验历程，那么导致在行为上长久的一个改变。那么底下呢，我们看到这张图呢，是这个学习的四个步骤哈，学习四部曲。那么一开始呢，是资料的阶段啊，透过你这个关联以后呢，你把它转为资讯，学习上的一个资讯啊。那么叫应用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知识，那这透过你的执行这个跟直觉，那么转换为自己学习所得到的一个智慧。那但是呢，这个训练呢跟学习呢，在这个做法上其实有些差异啊，在这边做个说明。那么训练它是由外部导入，那借由他人来完成，那这是相对比较稳定啊。但学习呢是要内部自己来激发哦，为自己而做，那么比较持久性的一个改变。那么训练呢是集中在技术能力和工作绩效上的一个达成，但是学习呢它可能比较重视的是价值观、工作态度，还有呢创新和产出的一个结果。此外呢，训练它是适当地发展这个职能的一个工作绩效的一个基础。那学习呢，它是这个协助组织和个人学习如何来这个进行学习，那么并且呢发展比较好的自行解决的一个方案。那么在训练上面呢，它强调是逐渐改善，可是学习呢可能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突破式的、跳跃式的。在训练上面呢，不一定要这个跟组织呢这个的这个使命跟策略做连结了，但学习呢应该要直接联系到整个组织的一个愿景和成功的一个需求。此外，训练上面呢，集中在短期间内合作经验的一个整合，但学习呢，它是正式和非正式的，长期的，那么的未来导向哈，那么这都是应该有这个学习上来着手。那学习呢，有三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哈，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个人的学习，那指的是说啊，个人经由自我学习观察，或是在技术性的指导下呢，来改变其技能、那么态度、价值，还有他洞察力的一整个过程啊，这是个人学习。此外呢，也有这个第二个层次，比较这个团队的一个学习，那是指的是呢知识的增加、技术与能力的这个进步，那皆是在整个团队里面呢来进行还有完成的。
那么团队内的这个成员啊，也都投入整个的参与学习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层次呢，范围更大，就是组织的一个学习。那这是借由整个公司的认同和内部机制的改善，那么来促使企业整体，不论是在这个职能或是在整个生产力上面呢，都有所提升。好，接下来我们把课程呢交还给严主任，谢谢。好，我们谢谢旭华呢跟同学做了一个说明，让我们知道说学习呢跟训练是不一样的，以及呢学习的不同层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谈到说单圈跟双圈的学习啊，那么就这方面呢，我们请青江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的，刚刚已经给各位介绍学习的三个层次。那此外呢，在学习里面，我们又可以分为所谓单圈的学习跟双圈的学习。那什么叫单圈学习呢？它是指说组织在没有质疑或者改变的系统的情况之下，进行侦测跟矫正错误的行动。那这种学习的环境呢，比较适合在什么稳定的时间，而且主要在用在有一定的规范跟准则之下的学习。那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把它称为双圈的学习，这就是所谓所得到的现况的资讯呢，进一步来检视组织中的价值观、政策以及目标呢，跟规范等等是否存在错误，并予以矫正。那这各位看到这张图形呢，这个图形就是所谓单圈学习，它有分为阶段一做完，那再来阶段二，再来阶段三，它就是很明显没有一个来回的路径的。那各位再看一个双圈的学习，那你可以看到在阶段二里面呢，又有阶段二 A。其实当阶段二有产生质疑的时候，又跑到阶段二 A 去处理、去学习。阶段二 A 学习完，再回到阶段二，再回到阶段三，很明显就是所谓的单圈学习跟双圈学习的一个差异。那各位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学校规定说，假设我们的室温要到达28度的时候，同学就可以把教室里面的冷气打开，或者是工厂的品管人员呢，发现呢。我们品质上有瑕疵，就依照公司的标准来怎么样把它剔除掉，这种大概都所谓的单圈的学习例子。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所谓双圈的学习例子，就像刚刚提到，教室如果说在28度 C 才能够开冷气，那为何是说，为何想一想，为什么不是在26度就可以开，或者是上完体育就可以开？这种很明显有疑问的产生。OK， 那这种是属于双圈的学习。另外一个刚刚讲的工厂品管的例子，如果说销售员业绩下降，那是否要提高品质的检验的抽验率，来加强品质控管？这个也是属于双圈的学习例子。那组织学习的方式呢，大概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改良式的学习。那这是一种借由规划、执行、检视、改良的过程，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讲的所谓 PDCA 的一个循环，来持续改良现有的作业流程，达到学习的成长目的。第二种我们把它称为提升能力的学习式的学习。那这是企业引进新的知识跟技能，并培养训练公司的成员，以要求呢提升工作能力。那第三个学习方式我们把它称为实验式的学习，也就是说借由新产品开发的流程，或者是流程或开发等等，来尝试新的 idea、新的构想，来达到组织学习的目的，这所谓实验式的学习。那第四种学习的方式，我们把它称为标杆式的学习，也就是说，先了解其他组织机构呢营运的方式，找出最佳的典范的标杆，然后呢，把它消化跟改良，并运用到自己的组织里面。这种我们就把它称为标杆式的学习，那接下来我就把接下来谈的主题，我再交给严主任。好，我们谢谢青江跟统一做的一个说明哈。所以标杆式的学习呢，在企业里面哈，运用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啊。所以想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常都会有优良教师啊。那么优良教师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标杆，大家都可以学习。或者说在企业里面有一个 top sales， 杰出的经理人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啊。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现场。那么在这一讲最后端呢，我们就介绍到了组织的执行力了啊，就我们前面谈到的学习，谈到了我们的策略领导
跟公司的组织，那么执行力应该怎么样来落实？我们请旭华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是的，那我们来看组织的一个执行力。首先呢，我们谈到一句话，就是这个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那这跟策略有关了，那策略是什么呢？它是对应的是产出的一个结果，意味着要做正确的事了，这方向要正确的策略。那执行呢？那强调的是效率，讲的是要做这个正确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呢？这个策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经营效率呢，却是大不相同？那我们就要思考这个策略跟执行到底孰轻孰重。那么执行力，那当然就是在整个策略经营上面的很重要的一环。那么执行力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要贯彻战略的一个意图，那么完成预定目标的一个操作能力。那么它呢是整个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核心，是把企业呢战略规划转成了效益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执行力差呢，是企业最大一个内耗了。那么不仅呢会消耗企业的大量人才，还有财力，那么还会错失这个商机，那么影响企业的战略规划跟它的发展。所以呢，我们想到的是要如何来提升整个竞争力。那提升竞争力的方法呢，可以从底下我们几个方向来思考。第一个呢，执行力要融入我们企业文化之中。那么执行的关键在于透过组织来影响我们个人的行为。所以呢，像是要将这个奖励制度和执行力呢能够做结合。那么为了要培养我们执行力的这个文化，那么公司执行长要亲身参与我们公司的这个运作，那么对于公司营运的细节呢要了解。那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从人员的流程上面要用这个能够执行的人员。我们人事政策呢应与公司的发展跟策略呢来做配合。第三个思考，我们可以从营运流程来看，那么改善整个组织流程来提升我们整体竞争力。那么营运流程的提升呢，我们还可以区分，进一步区分有第一个呢是这个作业流程，那么像是呢生产的排定、采购的流程，还有出差作业流程等等，那这些都属于作业流程。第二个呢，也可以从功能性的一个流程来着手，这功能性流程如同像知识管理流程、顾客关系管理流程，或者像供应链流程等等。例如呢，我们台塑集团强调的是要这个降低成本，于是呢，它就整合了这个采购流程、生产流程、配送流程、资材管理流程，整合在一起呢，然后呢，才提升了整体产业界里的一个竞争力。第四个方法，我们可以从策略流程来看，那指的呢就是执行力来落实策略。那策略呢，当然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指南。那么企业的决策呢，也是层层相扣的。然而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简易明了，那么大家懂了才容易落实。那这称之为呢策略的基石。那么公司策略的一个形成，是一定呢要这个公司经理人有一定的一个共识。那么而且要能够拟定出执行策略的这个营运计划，那么环环相扣，那么在逻辑上呢必须要能够这个紧密连贯，那么才有实践的可能的。那一个例子呢，像沃尔玛，沃尔玛百货，那么这是一个量贩百货，那么在美国呢早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之下呢，那么这个产业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一个产业。但是沃尔玛百货呢的这个创办人呢华顿，那么开始呢在这一方面量贩百货面着手，那么从这个乡村啊包围城市开始，一点一滴那么累积和竞争者之间的一个差距。例如呢，在一个方面，光是偷窃的损失，那是百货业里面呢偷窃蛮频繁的。那在这方面呢，沃尔玛呢就比竞争者少了一个百分点。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成果和 3% 的这个净利相比，那真可以说是贡献可观。
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执行力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沃尔玛呢还利用那么集中发货仓库啊，每天提供所谓的低价商品啊，还有利用 RFID 那么全国卫星连线的资讯管理系统，那么来运用，并且呢，沃尔玛以这些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的一些管理手法呢，创造出了全球最大的百货公司。那么在过去啊40年当中呢，没有任何这个公司啊能够来模仿它，啊来成功模仿它，也这个没办法来追赶上它哈。那它成功之道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执行力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沃尔玛的有关 FID 应用的一个 VCR。Check outlines. Who needs them? Have a nice day. This is the future of e-business. 好，我们很谢谢旭华老师啊，刚才带来这一段精彩的 VCR， 让我们知道说，以后呢，我们去量贩店买东西啊，可能都没有那个，就是在那边刷卡、啊、在那边结账啊，都不需要啊，直接就透过 RFID 就可以帮你从线上呢就能够刷到你的信用卡、你的现金卡。好，那么对于企业的经营呢，的确在成本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企业联网组织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宏基了。那么宏基呢，我们可以看啊，它整个组织它结构的一个改变啊，大概可以从几个方向。那么第一个是在1976年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草创期，所以它是一个职能式的结构啊，只有11个员工。然后到了1989年的时候呢，这是他第一阶段的改革啊，所以他的员工呢就扁平化的一种组织。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那么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就从扁平式的变成一种主从式的架构。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呢，是进行第三阶段，就联网组织。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它是一个组织扁平精简啊，因为他那时候人数不多，所以采取的呢是一种职能式的。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呢，就改成了利润中心，然后呢规模呢做一些调整。这第二阶段呢就主从式的架构啊，那么它采取的是一种分散式的管理啊，就是各个事业体呢它是独立运作的主，同时呢它也必须要相互支援其他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从啊。第三阶段呢就是联网组织。那么这个联网组织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就左边一个图呢是我们传统官僚式的一个组织，就有它的总部，那么总部下面呢有它的一些事业单位。那么另外呢，右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就不太一样了，它变成一种像是一种弹性变形虫的一种方式。那么它这种多变的方式呢是过去的架构呢是达不到的啊。我们再看这个啊，那么它就从一个 headquarter 变成了很多的一个小的一个总部啊，就形成一个网络。那么最重要就是它是有一个组织协定，它有一个 protocol。 那么这个 protocol 的话，组织的运作呢就不需要经由总部的一个同意，那么只要符合这个他们联网组织里面的一个协定呢就可以来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改变啊。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同学介绍到这里啊，很谢谢同学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